在广袤无垠的宇宙，在银河系上悬臂的太阳系，有着已知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地球。这颗充满奇迹的蓝色星球，孕育出大自然的万物，而随之孕育而出的，还有一种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存在的冷血动物，正在肆虐着这个蓝色的星球。115度，北纬5度。我是何中涵，目前的情况已经超出控制范围。因为我的出现太过突然，营地完全被破坏。我只是去寻求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东西，这难道不是我们作为科学家应该做的吗？你明明知道谢威廉公司在干什么勾当，那个地方有多危险你也不知道，这不是什么努力，是助纣为虐。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你永远不要回来。你好啊，对您未婚夫的事情非常抱歉。谢总，我不是来替你说抱歉的，而且我相信我未婚夫还活着。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我没有办法说服董事会进行大规模的营救，但是我已经以个人的名义动用了最优秀的力量来支持这次营救和挽回行动。我们不一样，你在挽回你的损失，我是来找人的。姐，姐你来了。哎，走了。一定要把那个怪物的血清采集到。Boss,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se people. Are they necessary? 国际基因学的人还是要尊重一下。哎，我说姐，这事儿你知道吧？ Tens of thousands of alligators were raised and killed in the genetic experiments of Meteor Star Company. There are also rumors that they hired a member of dangerous
as mercenary groups overseeing their experiments. Oops. Hello, everybody! 哎，你们就是蟹老板派来的牛顿队吧？我是带你们进去的船长，我叫老黑。哎，我跟你说啊，一看蟹老板就是眼，个个都是精英。看到没有？这个船当年打过老美，身经百战啊！看到没有？加特尼罗血腥鲨鱼号在他身上死过的动物不计其数。Look my people， 看我的兄弟们，不说是精英吧，嘿嘿，那也是个个身经百战。哎，你好，哎，想问你几个问题。哎呀，自打我老黑走私以来，这条水里跑的没有我不知道的，你随便问。最近有人从这里出来吗？最近，我跟你说啊。这个水里跑什么东西？探险队是不让进，最近是没有人进了。那我们去的丛林里面有什么不明生物的传说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森林里面有毒蛇猛兽，有食人土著。但你说的这个不明生物吧，我没有听说过。哎，里边瞧，嘿嘿，哎，慢点，慢点啊！哎，你们都给我快点！哎，对，关于这次任务，我想，If you've ever had a knife go in and out of you, it's a feeling you'll never forget.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需要聊聊上岸后的计划。No, no plans. 丛林里的东西很危险，我们需要制定一个上岸后的营救计划。You lab rats, all you do is plan, plan, plan.But when we get out there into the danger, you're going to realize that all your planning is nothing but baby sketches. 不管怎么样，我作为科学家。I am the boss here.你这画什么呢？有机会咱俩走开。我就看看。我叫你走开。什么情况？我去看看。Everything is okay。什么情况？被水草缠住了，老大。还不赶紧给我去弄！老大，老大，哎，接着，快上来！拉拉，水里是不是有东西？就在那儿。I'm ready。快点！快！
哎，见笑了，见笑了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管它叫大黑狗。见到它，预示着好运即将要来了。哎，对，走吧。还在这里看着干什么？赶紧给我拉走！快！90%，请大家注意物资受潮。哎，你不走啊？哎呀，我赚的是送人的钱，不是玩命的钱啊。那你也不能扔下我们就自己走啊。放心，返程的钱我是会赚的啊，不会不管你们的啊，保持联络，保持联络啊。哎，妹妹，我提醒你一下啊。你进去之后不要带这个家伙，里面不安全，有土著人哟。你看什么？干活去啊。照顾了，咱们赶快走吧。哎呀，走吧，走吧，走啊！Mm-hmm.
爷。Human blood. Zhang! We really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food chain. 这里的营地装备精良，不可能被这种小鳄鱼毁掉。而且它们不像哺乳动物那样，能将肉从骨头上撕下，也不具备咀嚼能力，所以腐肉对鳄鱼来说相对更容易进食。难道是基因突变 ？She says, alligators are carrion feeders. That nature.Is our friend! How about this? Dr. Chen, next time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I'll let you go talk to him and make friends. Huh?姐，是贺博士的。电脑上没有任何资料，似乎连硬盘都被人拿走了。Boss。Gather everyone. These 人都死了，那最后一个埋的人，会不会是贺博士啊？Can always find out. No. Jie, 贺博士不在里边。知道了。
Boss, there is nothing we want. Two of our guys are MIA. I just asked Chen to check it out. Somebody tracking us down. Tracking us? Yes.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him.那个脚印到底是什么呀？我也不清楚，但从爪印来推测，这个生物应该超过15米。15米？不会真的有恐龙吗 ？Dr. Chen， look at the masterpiece left by your friends. Wait, they are still your friends, right?Oh, nothing to say? I didn't think so. 这场惨剧归根究底，就是你们没有经过联合国的授权和国际基因协会的测评。要不是谢威廉执意研究，要不是你们执意入侵鳄鱼的领地，破坏他们的生态系统，今天就不会有像这样的惨剧。How about we camp here tonight? See if one of your tragedies happen, huh? 我不同意。I don't care.不是所有的尸体都在这里，我们越早开始找，就越有可能找到资料和幸存者。The trail's not going anywhere. Now I know you're worried about your fiancé, but we'll start looking in the morning. Until then, I'm tired. 姐，哎呀，算了，咱不跟这疯子一般见识啊，姐。算了。哎，对，就是这个音乐，就是这个节奏啊！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女的真的是太火了。就是嘛，太凶了，哎，太凶了啊！哎，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脱什么衣服呀？啊，这不是神经病吗？看来以后我还得找个女朋友，想想我就美。啊，你们上一班有请，别打扰我钓鱼。想当年啊，我老黑，多少人求着我。啊，进这个森林，那还得看钱多少。左一口一个黑哥，右一口一个黑爷，哎呦，那感觉真是。哎，哎，我说你差不多行了啊，赶紧出来吧啊！哎，赶紧出来！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赶紧给我上来！什么鬼东西啊！
你吃不吃？可好吃了。画的真好。对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灵。灵是名字还是代号啊？这是名字也是代号。还有事儿吗？你不喜欢吃啊？没事，我给你换一个。等会儿啊。那个，你放心，不管遇到什么事儿，我都保护你。Trying to pick up on girls, fatty? I'm not fat. My name is 陆国华。哼！啊！死变态！走啊！有什么发现了吗？有些关键资料遗失了，但从目前的视频和资料来看，可以确认的是，他们正在进行一种鳄鱼基因实验，而鳄鱼是他们的实验样本。我取了一些之前那条鳄鱼的 DNA， 确实发生了变异。哦，那门口那个脚印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但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跟他们的基因改造有关。小胖，这些东西帮我收好，出去以后交给警方。科学不能凌驾于道德伦理之上。姐，
姐，大家，大家不要动，越动陷得越深。Incoming！Nice trick. Get those losers out of here. 那个脚夫，我已经让他走了。What's your name? Lan Long. Lan Long. Blue Dragon. That's an interesting name. This looks like a happy family.
Are you following us? Just kidding. I wanted to thank you for saving us out there. The mind, the fighting. Normal people don't have those skills. Who the hell are you? 我只是在这儿的时间比你们长。 All right. Ling, come here. I want you to have the men do a sweep of the building. Wanna play? Yes. Good girl. 哎，你们谁看上我姐了？谢谢。对了，引开鳄鱼的瓶子。 是营地里的信息素吧？能借我看看吗？那是最后一只了。嗯，那是你女儿吧？很可爱，所以你一直都……我有我自己的原因。我也有我自己的原因。 来这里是找我失踪的未婚夫的，我不知道他现在是生还是死。这个应该会帮到你。
真不怕他杀了你啊？哎呀，他是变态。Fatty, what you don't seem to realize is this is about trust. Believe it or not, I could put this knife in her ear, and she wouldn't move. Watch. Boss, 硬盘找到了。部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 You know why we're here. We're here for the research. Your fiancé and the survivors, we don't care about. 你们这么做会破坏鳄鱼的繁殖体系，会导致蝴蝶效应，破坏整个雨林的生态系统。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You saw the second half of the video.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You heard the sound of your fiance's bones breaking. Did you like listening to that? Was it music to your ears?
萌萌，爸爸，对不起你。Thank you.
明天就送你们出去。那你呢？我还有事要做，你们在这儿太妨碍我了。那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不用，你们已经给我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你别动，我是不是弄痛你了？要不你自己来吧。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那么信任 A1？ 你不知道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的大多都死了，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哎，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我这像是一把武器，趁熟的时候还可以苟活，时间久了就只是废铁而已。也许我从出生开始就欠世界一个死亡。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我姐跟我说过，说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朋友啊。你看，这个是我，这个是你。我喜欢你叫我傻。大傻子。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走。我知道你想杀掉鳄鱼报仇，但是那是不可能的。可不可能不重要，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而且我相信你女儿也不想看到你这样。我的女儿，在她出生的时候，
他的妈妈就难产去世了，是我把他从小带大的。在林子里，我用树枝和鲜花给他编成皇冠，他还开心地说他就是丛林里的小公主。他甚至给屋子外面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儿都取了不一样的名字。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计划，钓鱼、打猎，可是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实现不了了。我答应过他，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他。但是那天我辜负了他。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也失去了，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谢威廉，他应该要受到他应有的惩罚。跟我回去吧。慢点，来。哦，你以后要是出来了，一定要记得找我们。接着，你留着吧，估计我以后也用不着了。谢谢。你之后什么打算？还没想好，先把房子修好吧。然后呢？设一个陷阱，引大鳄鱼出来，跟他血战一场。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告辞了。
welcome home. I always wanted to do that. That's a change of the world. Hey, 你说你把刀都给拦聋了，是不是以后不打算干这行了？走，什么走了？姐，不好了。Are you ready? Yes, sir. come on.
this. I'm like you, a superior predator. Yeah!
哎呀疼，哎呀哪儿都疼，哎呀，是他，怪我。你刚才那个眼神吓死我了。对了，之前那份资料，其实我还有个备份，我想你用得着。再告诉我们，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冷血动物？